首尔市索菲亚大教堂发生一起命案，据悉这起命案可能与之前的连环杀人案有关。后续情况我们将继续跟踪报道。3年前，第一个受害人身高1米88，体重将近100斤，见个人，他能告诉你的？ 千方百计让我找到这个孩子当助手，我没猜错的话，有点麻烦了。你说会不会干出一些类似小出格啥的？心理干净，绝对不会害人的。白汉吗？不想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吗？我拒绝你现在开始的一切谈话。 出事了！不该说这句话。好久不见，说吧，找我干嘛？你按的，我正调监控呢，看见你的名字了。那我得过来看看。帮我一个忙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同意别人侦查，不行，我等不及了。之前你们是朋友，不管之前还是之后，他对你都有很大的影响。但是原谅你，现在你在走极端。抱歉，我约了人了，不能迟到。你到底要干嘛？ 你真以为这样能活住我吗？你不说，我也能抓住。